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台子，如果要加装弹簧可以怎么做、哦、那我们前面这边都先锁上之后、哦、接下来就是这个台子呢，我们把这边是透镜的位置，我们把它翻过来，然后这个螺丝、哦、因为它上面会有一些防锈油，所以你可以先用这个卫生纸啊把它先擦一下、哦、那不用擦太干净啦，因为防锈油就是防它生锈。接下来你把它小头朝下这样装进去。接下来步骤其实是跟之前在做这个组装是一样的，你就把它放上去，然后这个滑丝呢放上去，那这个锁好之后呢，优点就在于现在你看到这个台子哈，它这里是不太会动的，所以它的稳定性就比较好。那另外最后这个底板下面有个底板嘛，其实你可以选择性不要装它，因为现在这三只脚就已经很稳，它也虽然有点移动，可是其实是很适合，就已经很适合摆放了，就这样。